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艾薇，小杨 ，I'm Tikatu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来拍抖音美食大 PK。OK， 这个 PK 是怎样 PK 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会在抖音上面找到一个美食的影片，看谁的影片让观众看了特别有胃口，觉得他的美食是最好吃的。OK， 所以他们已经各自在家准备好一个美食的影片了，在抖音上面找到了。我们全部发给你啊！他们全部发给我了。谁要先来介绍先？我先。艾薇先介绍。OK， 我们先来看艾薇的。艾薇介绍的抖音美食是什么来？艾薇，我介绍的是这个麻辣。现在我介绍你们就是麻辣香锅。麻辣香锅。韩国料，超好吃啊！好像艾薇。哦，配饭感觉好吃哎。这三十会贵吗？对啊，是我介绍的麻辣香锅，跟我一样很喜欢吃麻辣香锅，所以我一定是找这种影片了。这好像流口水这样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其实。你怎么不吃辣的？是的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我选的是什么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介绍的这个美食是看起来超级好吃。白饭加煎蛋加。不是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抖音美食是脆皮烧肉。啊！我要跟你讲，这个烧肉的做法特别的不一样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讲特别的不一样。王脆呀！你有啊？这好吃哎！它的皮。卡其。哇，好大只！哦，看起来。在哪里哦？中国。Let's go。抖音哎，你去中国。哇，你看吃哎这个。你看这个阿北，吃到几吃到几开心？你看。不要笑人家哎，你说一遍阿北嘞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投我一票，因为我的看起来比较好吃，是吗？嗯，真的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快投降了？因为那个。哦，欸，你要替你的麻辣香锅争气嘞！可以嘞，我看到这个我想吃了。我们来看，想要介绍什么美食给你们看？泰国人就是要介绍泰国美食。欸，其实你是泰国人吗？混血啊，混血。阿妈的他，是正宗的泰国。现在你会讲泰国话吗？会听，会讲。想要介绍的是什么？泰国美食，泰式炒粿条。OK， 泰式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美的你。喂，太冷了的，金金龙。啊，泰国人炒几块？哇，这首歌是很经典。要炒粿条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哎。鱼露哎。绿。中间特别放鱼露。对。哎呀，脆皮熬完啦。甩金金咯！我准备很大，这个喜欢可以。哇，颤抖颤抖！哎，它这炒粿条是红色的。哇，我有这个美女要飞去泰国。我跟你讲哦，不可以以美女来接受我嘞！你给我不会看食物，我是看。哎，讲真的，我真的是在看那女的，哦，所以从头到尾没有注意到你的食物。我觉得那个炒粿条不重点，是在看那个女的在吃。OK， 如果你们觉得小杨的泰式炒粿条好吃的话，看起来很好吃的话，你们就投小杨。小杨是三号 ，OK， 忘记讲了，刚刚艾薇是一号，我是二号，我小杨是三号啊。如果你们觉得小杨的泰式炒粿条看起来好吃的话，你们就在下面留言三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来
阿东啊，由林董来介绍他的第一个美食。介绍的东西你们都知道了。OK， 林董是四号啊，如果你们觉得林董好吃就投四。我敢狂放是鸡饭，兄弟啊，就是鸡饭。介绍的是海南鸡饭。海南鸡饭啊，我抖音也有海南鸡饭、哦。这没有啊，鸡饭 is the best， you know， Y Y D S。我来看一下林董介绍的美食。哦，新加坡的。哈鸡鸡。哇，招牌写的那个鸡。很累啊，鸡。鸡皮特别爽滑，汁水特别的丰富，米饭呢令人明白鸡汤和鸡油的咸香味。OK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林董的海南鸡饭好吃的话，你们就拖四号啊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类型的影片，你们就点赞哦。如果这个影片破一千个赞，就会有下一集。如果这影片没有破一千个赞，就永远就看不到这个系列。如果得到最高票的那一位，我会给他奖励50块，就是在下一集，下一集还会给。所以如果这影片没有破一千个赞，永远都不会下一集，他也永远都不会拿50块。所以观众一定要点赞点起来 ，OK？ 点起来，点起来，起来。所以今天拍这个抖音美食大 PK 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艾薇、小杨、林董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